但这个创业的来源呢，是我开始在3个月前，我就开始尝试着想，哎呀，虎年我最头痛，因为其实前年的那个鼠年我最高兴，因为发明了一个甲骨文老鼠，加上它尾巴，还有写上重复的数一数二，然后后面的尾巴竟然变成我们的好像一个佛的一个鼻子一样，就很漂亮。然后后来我写在一张那个化纤板啊，魔造纸的底纸，然后有去扫描，给杜老师看，杜老师好喜欢，他说你这张很赞呢，他吓一跳，另一平板给我，啊，他吓一跳，他说这张很棒，然后又高级，创意又好，他就好喜欢，那我就把它改成用我们的这个软体。可以改成朱砂色，我就直接把它改成朱砂色。可能有些人没看过，在这儿，就是一只老鼠数一数二，运气有写到吗？有，对不对？啊？有。我把它改成朱砂色了，它底图是魔造纸那个颜色，啊，然后它的尾巴呢变成人的鼻子，逆笔进去的地方当做它的眼睫毛，有没有？然后那个二的这个老鼠写2次的重复符号变成它的嘴巴，那老师说哇，这张好赞啊，他好喜欢啊。他认为这是一张很成功的书写跟创意，对吧？对。OK，那我就想到虎年我最讨厌的，因为据台湾的从很小我的经历就是，你属虎，人家结婚不可以去；你属虎，那什么什么不能去；你属虎，那什么什么不可以。这是一堆的给他的那个虎生肖属虎的一个人啊的很多很多的。非难或者是限制，所以我想，哇，那我写这个虎是不是没有人敢贴啊？开始一直烦恼，上网查虎年到底有什么可以写的，然后竟然查到泰国去。泰国有一家啊叫龙婆庙，你们有没有人听过？没有。他现在有名成功到还有本庙跟分庙。当初要建庙的时候，他跟这个信众呢征集这个香油钱，就你们给我们集资啊，我们来盖这个庙，那将来怎么样怎么样，就说一堆他们愿景。好，哎，果然很多人捐了，捐了之后呢，很辛苦嘛，就其实捐不多，盖好以后，他为了回馈给这些香客。那他们就发明了一个手环，是一个铜板，然后拉过来，那只老虎，一只老虎的这个虎口，这样，然后就是有点像类似我们这种甲骨文这样，不管我老是乱画，不要笑我，那这当做它的尾巴，然后呢就扣住那个老虎牙齿是可以扣的，压下去扣住那个铜板，噔。然后戴在手上，每一个捐过钱的这个香客呢，一个人一条手环，而且是24K 金呢，还是什么，反正很不错。然后据说呢，回去的人那一年很多人赚大钱，所以隔年又继续来要，那他们就觉得哇，怎么会那么棒？然后当然就愿意再做，那他们又捐更多钱，庙越开越大，从本庙开到分庙。然后台湾最近我看消息上面也是很多人都要，跟一个代理商说我也要买，我也要买，我也要买，所以咬钱虎就变成是泰国一个龙婆庙里面很有名的一个手环的吉祥物吉祥品。我就想，哎，咬钱虎不错啊，我只要找一个老虎的甲骨文，对吧？然后把一个我们清朝以前的铜板。外面是圆的，中间是方的，
我摆上去咬住，这不就咬前五吗？这创意多简单啊！三个月前我就想到这个创意，然后就直接把它写出来。那改善了很多次啊，请我老婆给我当艺术指导，看了很多很多啊不同的样子，最后决定口要朝高一点，因为太平的话觉得没什么动态，所以就头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一直往上啊。那目前到这里已经信手拈来，我写了三个月，非常的熟，所以怎么写怎么好，目前就这个状态。啊，然后这个后面还是后来没有颤笔了，最近这几次都加了颤笔，因为反正就是在描绘那个虎斑纹嘛。那无论甲骨文怎么样，我们加了颤笔总是有力量的，所以是好，绝对是加分。啊，你们也可以加入颤笔啊。目前变成这样。那咬前虎的草书老师教你们，口可以变成两点，然后胶呢是一个点横啊，你们也自己也可以直接写横，拉下来之后再写个右，或者是坡嘛，我们那个注音符号的坡，对不对？这一点你要不要有那一点其实没有关系啊，就是你就写一个点，或者是说这样子好了，左右点，上下点，或者是二，然后再个坡，再个点，就是咬，这样咬容易吧？就把这个咬背起来。全呢是全部的全，就是横撇，竖应该说竖撇，再横勾，再一个王，就是全部的全。然后右边呢写树木的木头的木，在它的横画的右边呢点两点，表示是木的两次。为什么是木的两次？因为歌是这样写，其实可以东绕西绕，啊，然后这其实就变成两个歌的意思。那写了这个之后打两个，表示重复，啊，所以它就是歌就是两个歌就是钱嘛，所以就是咬钱。对不对？然后虎是大家熟悉的，我们有刚刚说的有横撇，阿拉伯数字一、三、零，再个一，那就是咬前虎，这样子应该不难吧？啊，我们的咬前虎这么来的，那我把它写在上面啊，各位比较能够看的高一点啊。再一次哦，左右两点，二，坡。点，啊，竖撇横勾王，然后树木的木两点，然后一点，那可以写七，那个阿拉伯数字的七三零一，这样的虎都可以，老千虎，练习跟上了吗？啊，这个老虎的虎的写法，你可以用这个写法，那草书有五种写法。我现在给你们只是两个啊，就是横撇一三零一，或者是点啊，阿拉伯数字的七，我应该用蓝色啊，点阿拉伯数字的七三零一也是一个口诀，这两个口诀我都觉得 OK 啊，横撇用蓝色好了，写清晰一点。这个口诀也很棒，这两个口诀都是我们这次来写这个啊这个字的时候的一个其中一个秘诀，这口诀没问题哦。老师的咬前虎讲的比较详细，希望对你们有帮助。丽安有没有？可以啊，好，我换个角度。这个好像不用上了。